嗨，兄弟们，想知道怎么样在床上更持久吗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小技巧，让你自信满满哦。首先，深呼吸。别小看呼吸的力量，呼吸可以让你放松，减少紧张感，避免过快结束哦。再来，放缓节奏。性交过程是双方肢体接触最亲密的表示，所以兄弟们慢慢来，别急，去享受整个过程，这样你会发现更加容易掌控整个节奏。第三，你可以使用停止再刺激法 Stop Start Technique 或挤压法 Squeeze Technique 来延迟射精。当你想射时，可以停止刺激并挤压龟头，直到快感消失，再重新刺激，这样可以让你更持久哦。凯格尔运动也很重要哦，锻炼一下骨盆底肌肉，可以让你更有控制力，帮助你更加容易 hold 住。此外，要经常锻炼身体，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才更加有耐力。好了，试试这些小技巧吧，祝兄弟们在床上更持久，自信更足哦。更加多实用的健康小贴士，请关注我们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